会主圣道明九日敬礼的程序，让我们静下心来，并把你心中的祈祷意向交托在圣道明手中。一，请画十字圣号；二，念每日经文；三，念每一天祷文；四，天主经、圣母经、圣三光荣经各一遍；五，求恩；六，念结束经；七，画十字圣号。会主圣道明九日敬礼第九天，每日祷文。吾主耶稣基督，你派遣我们的会主圣道明，以他所创立的道明会来继续你的中途事业，向全世界传播福音，保护你的圣教会，不使他陷于仇敌的手中，并以他的德表及模范增加圣教会的光辉。我们恳求你，因我们会主圣道明的带导，赐我们圣宠，使我们修成全之德，常能接受宠佑，得进天国，永远与诸圣颂扬你。阿们。第九天，圣教会的砥柱，会主圣道明，求您在我们心中燃起热爱中途事业的心火及遇险主荣的愿望，努力效法您爱主的热忱，将来能与您在天国共享永福。阿们。天主经。我们的天父，愿你的名受显扬，愿你的国来临，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，如同在天上。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，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，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，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，但救我们免于凶恶。阿们。圣母经。万福玛利亚，你充满圣宠，主与你同在，你在妇女中受赞颂，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。天主圣母玛利亚，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。阿们。光荣经。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，起初如何，今日亦然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求恩。结束经。全能的天主，我们恳求你，当我们受罪恶压制时，请帮助我们提振心情，仰望我们会主圣道明的功勋，决心改过自新，因我们的主基督。阿们。